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教大家打一个蜻蜓结，也被称之为位移结的打法。12上方打半扣，下方掏出来一个12，形成12的同时，我们下方给它快速收紧，收紧之后上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单结，下方呢我们再取下方末端绳头向上方打出第二个圆圈，也就是绳扣，末端绳头奔这个底端，先从第一个圈底圆掏出来，再回到下方这个绳圈，从上向下掏出去，下方我们给它快速收紧，收紧之后中间形成这12，拉紧就是我们要的位移结。整理一下节点，大家请看，简单实用美观的一个蜻蜓结，也为大家称之为位移结，就打好了一款装饰性绳结。